牛仔衬衫呢，不只可以搭裤装。今天小编帮我搭的纱裙，是不是看起来更特别呢？没错，上衣这个牛仔衬衫呢，它的布料呢，非常的轻薄柔软，非常适合在夏天穿，穿起来呢，很舒服凉爽，一点都不会闷热。那它前面呢，是做排扣的设计，而且它是按压扣，也非常好穿脱。胸前呢，这边各有一个口袋，看起来更有造型感。然后它的袖子呢，它还有做袖扣的设计，所以你想要看起来活泼一点啊，有精神一点，可以像我一样把它卷起来喽，扣起来，大概像五分袖的感觉。上衣的部分呢，你可以全搭，像我这样，那你也可以做一个前绑。